的这个时刻，迎来举菩萨前求的心花意要作证了，都是云集回到台湾来。任何一个国家归来的，我都是一样的期盼，期盼人人啊都有净思法脉勤行道，人人要发心这一份的勤行道呢，那就是需要的，就是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无上誓愿成，这就是净思法脉呀。希望我们既为佛教徒，走入了慈济的宗门，一定呢精神理念呢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，要发心立愿，发大心立大愿呐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因应众生苦难无边呐、啊。刚刚在开始有我们的大藏经，从第一个月开始呢，我们就看到了海地啊，美国斯城，他在画面上啊说了，我想最主要的也是上人哈、哦，上人想要做的事情哦，那弟子就看着弟子呢这样的用心啊，他做师父想做的事啊，他要去爱师父想爱的人。海地的那一段时间，慈济人自找在那里超过100天哦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呢就为修女的三个学校，整个建筑呢应该也快要完成了。实际常常啊很多事情都是坐在前头，一直一直呢到了最后我们才能安心。同时啊，我们的爱的种子都撒播在这一块呀、啊，这一块土地上呢，要有慈济菩萨、人间菩萨在当地能这样传承承担，就如非洲啊、南非、台湾的600多吨的白米给了南非，南非的菩萨呢就可以把它呢分成了2-3个国家，送到了斯瓦济兰、赖索托。很多人呢开始看到了从南非来的，那你能给我什么？所以呢穷对着穷，还没有物资运到之前啊，他们呢都一直在碰钉子啊。可是呢他们也已经呢用菩萨心呐、啊、不请自私啊，这样的还是一一呢放下身段啊，用爱心耐心啊跟他们沟通。物资花完了以后呢，有人就会问，你们来啦，什么时候还给我们物资啊？他就会用智慧的回答，我们没有什么物资再能给你，可是我要给你的是心灵的财富，就近
不只是有钱人的权利哦，穷人呢、啊、所做的呢会更贴切，而且呢更了不起哦。看到了这一群菩萨，这一次再回来受证，那我也跟他们说，这净师法脉实际中呢没有很大的道场，可是呢我们有无形的心灵道场。这一次两梯次呢将近啊2000人哦，心花意菩萨哦，每一个人呢心灵一片道场。因为呢佛陀说啊，人人本具有佛性，人人本就是佛，只是我们呐、一念无明起，所以呢生呢贪嗔痴三种的根本无明，就会造成呢许许多多人间的灾祸，人祸天灾呀、无不都是人类的一念贪欲的心啊，有一呀、永远都缺多少？缺九啊！那有小一缺小九，有中一那就缺中九，有大一哦，就缺什么？大九啊！人呐、越缺越多啊，都是永远不满足啦。假如我们能再回过头来反一下，变成了你有十可以怎么样？舍一啊，台湾啊，无以为宝，以善以爱为宝。因为呢每冬这一回的确啊真的是很大灾大难啊。看到慈济人呢、在街头巷尾啊在这个大饭店门口捧着爱心箱啊鞠躬哈腰啊欠募啊，都是呢零钱零钱哦。所以呢我就在台湾开始呢呼唤了啦，希望呢全球慈济人能动员的能帮助的人，大家呢要发起了这一份爱心。台湾呢开始呢很热烈的推动，多少人呢、都是几百万啊上千万这样的付出。所以台湾呢这么多年几十年来，台湾的经济发达，就是呢心灵也跟着呢跟着富有起来，这都是呢我感觉到台湾真好啊。希望呢那样的菩萨心佛心啊，人人呢都回归呢这种心灵的道场，希望人人要借重佛陀的话，那这走入了人间路哦。各位菩萨们，我们没有很大的道场，可是呢我们在地理上呢没有远近的距离哦，也没有呢可测量的哈、的距离哈、这都是叫做心灵道场。你们假如回到了你们的国度里去了，其实这一念心跟这一次回来上课的
受证的，听到这么多的国家听到的呢，法脉宗门呐、啊，我相信呢，大家都可以带回去，不用经过行李检查哦，啊，人人呢就把道场呢已经装在心里，就带回去了。我的心愿是希望呢，佛法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化哈。更期待呢，人人菩萨成为人间化，这是师父呢向来的心愿呐、啊。所以师字为己字啊，但愿众生体解大道哦，但愿众生深入经藏，但愿众生呢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